相守，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。那因为今天难得请奶茶姐来，我们也邀请了一位跟你颇有渊源的神秘嘉宾。这个人对你来说应该算是不陌生。听说您曾经私底下批评他的歌声，让奶茶姐很不开心，是真的吗？这个题目嘛，赵荣当看起来我不是在台前回答的吗？这位嘉宾，我们 round down 随时会更改啊，你要不要就现在回答我呢？太阳，那你们写这 round down 是干嘛呀？嘉宾好有个性哦，应该是伍佰老师在后面吧？阿信，你觉得我回家了？陈信宏他回家了，哎，陈信宏，怪兽。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五月天哦，你是说五月天？对，因为就其中一个人大胆说我唱不好，就其实说我唱不好，真的只有一，真的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跟我这样说过。第一位，另外一个是阿信，就是阿信不会那么直接。对，因为他自己也是歌手。OK， 你本来不是想讲这个吧？你本来想讲的是因为他自己也不是，他唱得很好。你们不要再互相陷害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公司你也知道，就是我们那个上面那个主管，就是在排我们通告的时候，是真的恐怖到一个境界，太紧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坦白讲，今天是几号我也不晓得。没错，有道理啊。对对对对对。今天礼拜几？真的，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蝴蝶他是谁。哦。我才知道你是谁。你这样是有点夸张。我们现在讲日期，日期而已。对，如果你说你不知道他那个什么时候来，就算。哇塞。对啊，就 OK。谁知道他有什么？没有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少装清纯啊！来吧，来吧，让亲爱的